我今日的下场都是拜你所赐，苏芷硕，我要让你偿命！找死！我尊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先毁我清白，如今对小师妹可真是情真意切，在这圣灵派来去自如，可真是好本事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自知杀不了你，但我可以要你陪葬。你若敢杀人，我便亲手杀了你。柳师姐，魔族屠你全族，如今又毁你清白，难道你就不恨他们吗？恨，恨不得吞其肉拆其骨。我倒有一法子可以帮师姐报仇，就看师姐愿不愿意。只要能报仇，我做什么都可以，哪怕是死。魔尊法力甚高，自是无人杀得了他，但是有一个人可以。谁？苏芷若。只要让他们反目成仇，报仇之事自然不在话下。